对，说起庞麦郎，很多人对他的音乐嘲讽、调侃，甚至人身攻击，五音不全，毫无音乐性，这是公众对他的评价。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他对音乐梦想的追求，他只想凭借自己的努力买到一双滑板鞋，在光滑的地面摩擦。今天小编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庞麦郎最新发表的《马路上熟睡的乞丐》。为什么熟睡的乞丐要承受饥饿和寒冷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生活从来没有平静，我的心似乎感到有些彷徨。马路上熟睡的孩子，马路上熟睡的乞丐，好梦为什么忍受寒冷，好梦为什么忍受饥饿，他们的等待让我感到寂寞。